啊，删你们体育署预算不是刚刚好而已？怒气冲冲大砍体育署预算，时代力量三位男立委炮口一致，瞄准署长林德福，全因为去年这段往事。请问署长去哪里？请问署长去哪里？因公外出的。对他因什么公外出？他就是因公外出，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。请问你们署长因什么公外出？不能跟大家讲吗？去年年底，黄国昌、徐有明、林长佐直奔体育署踢馆，吃闭门羹。这回立法院审预算，终于能好好算账。啊，我们跑去体育署找你，人跑掉了。哦，今天一定要审预算的时候，署长才到，还真的是院长英明说，首长都一定要到。我等一下就派个副署长，我们每天都在遇到副署长，可是署长就是遇不到。署长是不是有跟特定的选手说，哦，你们如果要当理事的话，可以帮忙？虽然目标一致，不满体改改假的，但实力就像一盘散沙，委员们各说各话。刚刚常说委员讲的，就泳协的部分是两万多，不是两百多。我刚才今天哦，两万多重复出来的哦，挑大的就好的。同一个地址重复一千多次。黄国昌讲话，林长佐突然插话，轮到林长佐发言，黄国昌则忙着滑手机。立法院协商是在力量立委们貌合神离，各演各的戏，似乎黄国昌、徐永明自成一对，两人继承警政署预算后再度合力主打体育署，是不是公报私仇，把预算当筹码，可受公平？啊，删你们体育署预算不是刚刚好而已。记者董俊卓，资深台北报道。